芝麻爷爷。你这死老头子，谁让你来这儿啊？妈，你的饭在这里。妈妈，这么多好吃的，怎么不让爷爷过来吃啊？那老头子牙口不好，他不喜欢吃。平时你这样对我爷爷，你以后老了，我也会这样对待你。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网友动动手指转发出去，让更多人看到，多一人看到就能多一份警惕，转发提醒，感恩感德。